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6月22号，星期六，是农历5月20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Hello。 哎，请讲。Hello。 请讲。你好，你好。嗯。哎，师傅啊。哎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莲花21899。21899。啊。啊、哦，还在啊？有在吗？还在，在天上啊。在啊，感恩你。嗯。师傅，想问一下，那个我有一个亡人啊，亡人啊，叫宋兰英，宋兰英，宋朝的宋，兰花的兰，英雄的英，今年一月份往生的，宋朝的宋，兰花的兰，英雄的英，今年一月份往生的。宋兰英。女的是吧？嗯啊，女的女的，谢谢你。他已经他的儿子帮他念了500张小房子了。500张。现在在哪里？要看的呀。哦，蛮好的。嗯，在天上的，欲界天的天道。在天上啊，欲界天了。嗯嗯嗯。还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吗？嗯，没有什么好念的，已经在天上了。没有什么需要了哈。嗯。哎，这个师兄他的爸爸哦，现在在医院里面，上一年属羊的，现在发烧哎。不念经看什么啦？不念经，他儿子帮他念了。儿子念，儿子背得起的。儿子。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吗？他儿子。他爸爸这么重的业，他爸爸这么重的业，很麻烦了、啊、这次、嗯，过得去过不去也不知道。麻烦。要叫他自己许大愿的，可以，他是帮他许大愿，然后脾气嘛又坏，官场里面，这老先生脾气嘛又急又坏，没用的。感恩师傅。好了，叫他自己好好修吧。嗯。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吗？给他的爸爸。一直念了，念到好为止了。嗯。一直念的好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还有一个莲花6001。莲花在哪里啊？谢谢你，干。男的女的啦？男的女的，女的女的。你跟他说莲花还在，人不是太莲花还在，人不是太精进。嗯。哦，叫他精进一点哈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再见了再见了。好，谢谢、嗯、谢谢干师兄。这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活着就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如果你不懂道理的话，你什么都不能够。接受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。嗯嗯。哎呦，师傅好，师傅你好，你好，我是34年属狗的。哎，嗯。我看看我的情况，我是34年属狗的。你想看什么，老妈妈？看什么？啊，我看看啊，我的莲花上面讲的名，我的莲花是粉红的，现在好不好？我努力的修的。莲花好不好、啊？号码告诉我。哦，号码。哎呦，妈叫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呦，好舒服、啊，屋里好舒服、啊。号码是6628。6628，嗯。哎。哦，在天上呢，嗯。好不好啊？蛮好的，嗯。哎，你祝你给我加持哦，我一定好好教修哦，我不做心眼，我要修到天上去哦、我跟你一起到天上去啊、还有我的孽障不分自己啊，孽障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啊？几几年属什么？34年属狗。孽障23。嗯。好啊。啊，好很多了。好的，嗯，哎，我定好就去，你加持我。啊，我一天到晚修，讲这个念经了什么，放生、还有渡人。哎，师傅啊，还有讲什么？没讲哦，还有我这个小房子念了好不好啊？蛮好，小房子。哎，师傅啊，我正想你要过生日了吧？8月4日要过生日吧？我想来啊。师傅，你晓得我的，你给我加持，还给我握手。你乖一点啊！我一定好下去哦。师傅啊，你带我一道到天上去哦。嗯，好。
乖一点。师傅，你保重身体哦。你早点睡觉。哦，好叫吃饭哦，好保重身体啊！你是我们这么些弟子的宝贝啊！哦，我的好师傅啊！好，你好好修，好吧啊！哦，我听话的。好，我不出声，我就好好修。还有放生，我要替你放生。早上带你给你七遍大悲咒，晚上要送你七遍大悲咒。我要保重我师傅，我保重我的最伟大的师傅。谢谢。好，我的好师傅，哥们，就这样子了，再见，保重哦，保重，一定要保重，再见，好师傅，再见，菩萨师傅，我的菩萨师傅，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啊，喂，师傅好。你好。弟子给师傅请安。请师傅看一下一个91年属羊的男的，他澳洲身份能不能拿下来？91年属羊的。那还要等啊，还要等啊，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就是好像是最后期限了。蛮麻烦，他主要问题他自己有没有守戒啊，最大的问题。守戒的问题是吧？就是说吃素了没有啊？吃素了。吃素了。因为现在目前看。感情的问题。对啊，现在目前看他好像这个图腾不是太好啊，他这个事情不是太顺利啊，身份的问题。会就是身份有麻烦是吗？应该有点麻烦的，小麻烦的。小麻烦。他现在送上去了没有啊？他现在送上去了没有啊？他是这样了，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考英语，是最后的期限。考到4.8之后就可以拿身份，但是现在还没有考出来。你看看他整个的图腾气场浑浊的不得了，他怎么考得出来啊？他一定谈感情的，一定有男女之事，这种事情很。如果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还要感情上放不下嘛，他就准备打包回去了。因为任何人要留下来，清修嘛，就应该好好的清呀，清不啦？你问他自己啊。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他结婚了，有没有清修我这个没问他。那他许愿清修了不啦？对，许愿清修嘛，就不能违愿的呀，一违愿嘛就麻烦了呀。就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是吧？对呀。就是这方面啊，其他没什么影响他的智慧啊，所以他分析问题就不行啊，影响他智慧啊。师傅您看他还有希望吗？因为只有一个月的时间考试了。有点危险。他功德做了很多，他很发心。对呀，所以就是不能违愿呀，在他男女问题上一定要当心啊，而且要动点脑筋，花点时间。现在不是做功德，功课好好温习一下，然后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吧。好了。好的。请师傅开始，他要针对这个怎么念经，念多少小房子？108遍呀，每天108遍，这个解结咒。准提吗？准提神咒。准提神咒，解结咒49遍。好吧。好的，小房子要多少张？不要再搞了，好好的这段时间先好好温功课了。好的，师傅。这个做功课做功德都是靠平时的，你临时抱佛脚，你现在不好好温功课，你怎么考得出来啊？好的。脑子坏掉了，现在该他搞功课的时候就得考功课，听不懂啊？温习功课。听得懂。功课基本上做掉就可以了。别的吧，再跑出去，现在做功德没时间了，菩萨怎么帮你啊？你自己考不出来，菩萨怎么帮你啊？好了。明白。好，感恩师傅开始。请师傅再看一位1984年属老鼠的女的，她是在那个以前是进监狱了，然后她的父母还有家人一直在帮她做功德，想问一下她能不能出来？84年属老鼠的女的。可以的，他可以的。
可以出来是吧？嗯，带他去努力一下吧，想想办法，好吗？他还要做什么努力吗？就是念经功德方面。没有什么，主要是念经。他有劫呀，他劫难化不掉呀。因为之前他家人梦见，好像他在监狱里面给人家弄了，就是很麻烦的。嗯，这个没办法，现在目前好像还可以，就是叫他努力一下吧，看看有其他方法吧，好吧。嗯，好的，师傅，他需要念多少张小房子给他？至少104张啊，嗯，104张，哦，好的好的，放生多少？放生2000条鱼吧，慢慢放，好吧。2000条鱼，好，感恩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师傅，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？快点啦，快点啦。想问一下，一个87年属虎的女的，身上想消她的杀业，还要怎么念？还要念多少？小房子沙叶。87年属什么？一直不好，老虎。嗯，想看什么讲啊？消他的沙叶还要念多少经？有的念。你皮肤一直很差。有的念了，至少17000遍。17000遍往生咒吗？对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问了。好的，小房子。好了好了，再见。好吧，再见。再见。师傅再见。帮人家背的多了。他自己的气场就会有问题的，赶快讲啊！师傅，师傅。感恩师傅。弟子跟你请安，弟子跟你请安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。讲吧。太感动了，第一次打通电话。哎。我想请师傅看一看我的母亲，2009年往生的。叫什么名字？叫殷凤章。叫姓什么？姓殷的殷，殷勤的殷。啊。姓殷啊，凤凰的凤，英雄的英啊，殷勤，幸运啊，殷勤的殷，殷勤的殷 ，OK OK， 凤凰的凤，啊，还有文章的章，殷文章，啊，殷文，他是2009年往生的，2009年农历9月16，叫殷文章啊，叫文章的章，殷凤章，啊，凤，殷凤章。哎，凤凰的凤。嗯。要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嗯。林凤章。他刚刚上去的时候呢，就在阿修罗道，现在已经到，现在已经到天道了。嗯。谢谢师傅，谢谢菩萨。嗯。还要给他念，还要给他念49张小房子。再要跟他念49张小房子是吧？新名字呢，已经整成名字了。你看，好不容易打到电话，现在赶菩萨。好吧。嗯，再49张小房子。对。还有呢，其他，你看，再看一下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是吴明生。什么？我的父亲呢？已经往生了，反正他72年往生的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姓吴，口天吴，梅花的梅，生是人生的生，生产的生，叫吴明生。哦，他不行哎，哎呦，他不行哦，他在下面哦，还在地府哦。有，那要那超度他呀？你给他超了几张了啦？我给他，我下次呢，因为没有老婆梦见梦不到他，我就给他念了这一只是大小房子。啊，怪不得的，他在下面呢。那现在能在那念？可以啊，赶快给他念啊！赶快。对啊，要多少？一共加起来大概120张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嗯，好。对啊。太感恩了，太感恩！我第一次打通电话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我想再麻烦师傅一下，看看我家的佛台和我的莲花。你是什么号码莲花？5096。5096啊。嗯。在啊，莲花在啊。莲花在啊。嗯。你什么颜色？粉红色。哎呀，谢谢师傅。我想师父忏悔，向菩萨忏悔。哎呀，我学的不太好，我自己还感到非常惭愧。
感恩师父，感恩感恩菩萨，我向菩萨忏悔，向师父忏悔。好，好的，那就这样。还有我家的佛台，看看我家的佛台，感恩师父。嗯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啦？我是农历是四五年，阳历呢是四六年的一月鸡，四五年的鸡，是二月份的鸡。OK。我知道这个鸡不好。嗯。多念点消灾吉祥神咒，每天加49遍，好吗？哦，我现在就念念消灾吉祥神咒是49遍，嗯。嗯，可以。多念一下。好。嗯，那就这样。好。嗯，再见了。好了，感恩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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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人生啊，就是要经得起考验的，经得起考验最重要。辈子就是经不起考验。半途而废，什么事情半途而废就不成功了？喂，师傅好，师傅好。啊，你好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那个卢军总台长，感恩师傅。我的业障我们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行吧。请看一下那个90年属马的，上次你看了他身上有3个灵性，现在那个超度走了吗？现在哪个啊？超度走了。啊！现在你说哪个啊？哪一个操作走了？90年属马的，你上次看三身上有3个灵性。我看一下啊。是有灵性，嗯。男的女的？90年属马的。女孩子，女孩子。上次你说他2个灵性在他脑子里面住着了。嗯，这个3个灵性现在应该有2个已经跑掉了吧？我还一个。嗯。师傅，请问那个3个灵性是不是我打胎的孩子？有可能的。啊？有可能的，嗯。哦，有可能。师傅，请问一下那个，他说他从那个我们从新加坡回来，他就不吃药，他说他好了，他现在又复发了，他就突然停药，以前一直在吃药。嗯。好累哈，师傅哈。好心好累哦。对啊，很累啊。啊？再讲一遍，再讲一遍，对不起。那个师傅，那个90年属马的。哎。那个你说超出2个走了，还一个没走，那还要多少张小房子嘞？这2个加起来84张。哎呀，师傅说的好，说的那个很对呀、啊，我们已经念了290多张。对呀、啊，能不能给我看一下他那个收到了多少张呢？接着我们资料念的怎么样？收在了170张。我才收到170张啊，那是质量不是很好哎。有一个人念的不好的，你叫人家念过吗？叫人家念过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两个自己念的，我跟我女儿跟我自己念的。我哪个是念的吧？是我念的吧？还是我女儿念的吧？90年属马的。我是64年属龙的。他的问题是什么？他问题是那个，就是说上次你看过一次，那个10多年精神疾病，现在又复发了。上次我带他从新加坡开3家法会回来以后，他就不吃药，他说好了。他结果过了一个多月以后又复发了。复发就是违愿的呀，他违愿。违愿呐。嗯。他说他好了，就是不吃药，不吃药。嗯，要吃药、那个、违愿有可能、哦、复发的一般都是违愿的、嗯、哦，违愿肯定 的、哦、真的暗中做错什么事情了、那个、暗中做错什么事情了、啊、哦，那我跟他说好了。师傅，我问一下你那个业障比例是多少啊？他身上不多啊，15业障比例15啊，那就不多了。对呀、啊。还有他有2个名字，有2个名字，他你说帮他选一下名字，一个第一第二。请师傅帮他看一下吧。是去。师傅好累哈、哦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不是他那个，他说他自己，他以前是原来是有一个名字，然后呢又改了个名字。他现在又用原来的名字那个念小房子，但你说那个他用哪个名字的？还好累哈，师傅。嗯，用哪个名字？用改过的名字生门呀。
他没有声纹，就这样拿到原来的名字。烧过了吧？全用名、啊。烧掉，新用新的名字烧过没有了？化掉了。他烧了。烧了吗？烧了好多小房子。肯定上面有的。有啊。嗯。他是这样的哈，我们念了290多章，你刚刚说那个已经只收到了170多章，但我们现在还要念84章，是这样的噻，是吧？不要你管的，好厉害，这个不要你管的，人家念多少章、哦、你就是告诉他念多少章嘛，好了。好哦，好吧。那个师傅，你上次说我家里有灵性，那现在不要再超多少了吧？90年属马的女孩子。你们房子当中有一根什么梁啊？啊，偏出来的，不是不是不是在最当中，在边上靠右面的。有房间里面有啊，有房间里有一根是吧？佛台那里也有一根。对啊，所以进不去啊。刚刚看看、嗯、具体的，我想进去，他不让我进去。不用打。啊，他天上管的。师傅，你帮我家里看一下那个菩萨来过吧？香也经常打卷的，也结过莲花。90年属马的那个家里。90年属马的家里那个菩萨来过没来过？哎，师傅好累哈、哦。好啦，好嘞，就最后一个问题吧。哎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我就问一下那个90年属马的女孩子家里那个菩萨来过吗？来过的，观世音菩萨也来过的。嗯、哦，那非常感恩，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好了，您尊重来的。好了，谢谢感恩，非常感恩，台上好累哈，谢谢哈。再见，再见。喂，你好，最后一个了啊，抓紧时间。师傅吧。啊，请讲，请讲。请讲。师傅，我想请师傅定一个名字，我取了4个名字。啊，讲吧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63年属兔的，我选的是，我姓叶，叶俊礼，就是英俊的俊，里程碑的礼。还一个是叶俊成，俊就英俊的俊，星辰的辰。还一个是俊佑，就是英俊的俊，保佑的佑，叶俊佑。还一个是应佑，就是映山红的映，保佑的佑，叶应佑、嗯。这四个名字挺不近的。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啊？他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63年属兔的，师傅。啊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叶俊成啊，英俊的俊，星辰的辰啊，叶俊成蛮好的呀，嗯。哎，我在观音堂，师傅。叶俊成蛮好的呀。哎呦，感恩师傅好。哎呦，我就想请师傅帮我看一下身体。胃不好，你的胃不好。哦，我的胃不好，那、怎么办呢，师傅？吃点香砂养胃丸，平时不要乱吃东西啊。好的。还有就是讲话不要乱讲啊，讲话乱讲对胃肠胃也不好啊。好的。好吧。感恩师傅。嗯。嗯。我在想请师傅帮小孩看一下身体，我小孩就是89年属蛇的。89年属蛇的。嗯。想看什么身体是吧？嗯。看看是。男的女的？女孩。89年属蛇的，啊，他的腰不好，他的腰不好。嗯，还有啊，这孩子，你要多关心他，话比较少。哦。嗯，多关心他，好吗？哦，师傅好，感受看他，师傅他怀孕了，怀孕了，而且师傅，怪不得我看一下他是男孩还是女孩。怪不得我看他的胃了，里面有东西。啊，你等等啊，几几年属什么的？89年属蛇的。啊，应该是个男孩，嗯。哎呦，我看师傅、嗯，你说小孩要注意什么吗，师傅？你叫他不要再吃荤的了。好，感谢师傅。他吃荤的话就变成女的了。他吃荤的就什么？就变成女孩子了。哦，好的，我躺到。现在我看到一个，这个小孩子以后对科学很有造诣的，就是对科学方面很懂的，嗯。哦，
好了。师傅，我有一个佛友，他爷他的外公病重，想请你四九年的刘是个男的。啊，四九年的刘啊，嗯，哦，这不是太好啊，哎呦，这个刘现在是老刘了，两个腿啊不好啊，心脏也不好啊。啊，而且动过手术了，我看他，哦，师傅，他要放多少鱼？要念多少小房子？2500条鱼啊，小房子要给他念，先念84章。没有啊，师傅带多少？哦，他许了574章。啊，可以，慢慢念吧，好吗？好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他还有阳寿吗？师傅，他还有阳寿吗？他现在几岁啊？你告诉我。他好几岁？70岁。几？69还是70啊？70还是69？还没到70。啊，你看，呵呵，我看他的图腾就不到70。哦。他就是个劫呀，就是69这个劫呀。就是个劫。啊。那、他。你要叫他。你要叫他多晚上少吃啊，晚上少吃点东西啊。晚上少吃东西。啊，而且要叫他念姐姐咒啊。嗯。那念姐姐咒。他现在身上有灵性来找他，有过去的，过去的冤结在找他。嗯。那他什么男性？哦，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灵性师傅。是个女的，女的灵性。是女的，他老婆。这是他老婆吗，师傅？短头发，短头发的。嗯，单眼皮。单眼皮。嗯。嗯，头发是短的，脖子也蛮短的。头发短，脖子短。嗯，眉毛是倒是蛮浓的，就是蛮粗的，蛮大的。人家眉毛浓。鼻子倒蛮高的，就是这么。鼻子蛮高的。嗯，师傅是个男的，是个女的？女的呀，一个老妈妈呀，嗯，一个老妈妈，是他妈妈还是他老婆啊，师傅？我刚刚讲的这个形状，你看像他妈还像他老婆啦？眼睛有点倒刮的，就是眼睛这个地方，眼睛有点倒刮，啊，挂下来的。头发是白的吗，师傅？对，白的。头发是白的。嗯、师傅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63年的兔，一个男的，是我先生。只能问一个问题了，看什么？63年。嗯，就看他身体吧。身体嘛，肠胃不好呀，嗯。肠胃不好，哦，那要注意什么？师傅，他身上有灵性吗？叫他少吃点活的了，他过去活的吃的太多了。哦，好。好吧，你要叫他，你跟他讲啊，他前列腺不好，他小便尿频尿急呀、啊，明白吗？哦。嗯，师傅，他好久学佛念经啊？还好了，你要不学佛不念经，他有好几个劫，你不知道啊？去年有一个劫，你不知道啊？知道，他住了院。啊，住医院了，我跟你讲了，都是菩萨保佑一关关过来的呀，明白吗？哎呦，师傅。好了，再见了。我帮他现在在念小房子，帮他在念经。好好念了，你不帮他念经嘛，他就死了，麻烦了。哇，他好久学佛念经，师傅。好的，就这样啊，可以了、哦、啊，再见。好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自己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感恩师傅了啊，感恩师傅，哎呀，我太爱你了，师傅，我每天都想你，感恩师傅了。再见。啊，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。